跳，我要划着桨儿水中飘，平平的流水飘飘过了天之桥，一朵子看到红唇纷扰，回来跟桃花聊一聊，平平的流水飘飘过了天之桥，一朵子看到红唇纷扰，快跟桃花聊一聊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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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道什么？再说了，我是王爷，我送谁东西要你管吗？哼！现在刘青火一定在等着我去找他。我现在去了，不是为了牵着鼻子走吗？殿下。明月山庄庄主柳明月求见，说他有方法让王爷醒过来。王爷的病连御医都没有办法，你一介商贾之流能治？上次殿下来找我，说是想让小女青梧再为王爷跳一次上次的舞，我也没想到王爷病重至此，否则我就跟小女青梧一同前往了。是青梧无能，没帮上什么忙。可我母亲曾经游历天下，见过不少能人异士，这治病的手段也是在那个时候学来的。也不知道这医术太久没用了，是否能帮得上王爷。我此次前来，也是想尽我明月山庄的一片心意。刘庄主有多大把握治好府啊？具体要看了王爷的病情才知道。殿下，王爷的病不能再耽搁了，这宫中的御医都不能治好，不妨让明月试一试。请随我来。殿下，王爷只是恢复了部分知觉，妾身还需要继续施针，才能让王爷完全好起来。都下去吧。诺。王爷情深至此，真是令人赞叹。一曲歌舞就能让王爷病倒床头，连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明月比谁都想让王爷好起来，王爷的病好了，明月才能安心啊。柳明月，你到底……王爷不必紧张，明月并无恶意，
世子找小女青梧进王府为王爷歌舞，连这样都不能让王爷的病好起来，妾身只能亲自前来了。妾身能以金针刺穴疏通王爷堵塞的经脉，让王爷行动自如。不过金针入穴后，针就会游走在王爷的身体血脉之中，一旦进入到心脏，王爷就活不了了，大概能撑三四个月吧。王爷可否愿意？你有什么条件吗？明月本想着王爷看了歌舞之后会找明月谈条件，这时候条件就好谈了，谁知王爷一病不起，皇上命世子代掌官库，还有十日官库就要开标。世子虽然不会偏袒莫府，但是妾身心里还是十分不踏实。你到底想要什么呀？明月想要朱府代替莫府夺得官银流通权。哦，为什么不是你明月山庄啊？明月不仅想要官银流通权，以往皇宫中瓷器和香料也想得标，这样现银就有些不足，于是便找了朱府谈合作，由朱府出面夺官银流通权。仅此而已？王爷放心，妾身与莫府有些私人恩怨，绝不会给王爷添麻烦。短短几个月的健康都不足以打动王爷，让妾身想想，如今还有什么能吸引王爷呢？王爷，您想见薛妃吗？薛妃，她真的没死啊？薛妃早已逝世。那你见什么？我再也见不到我的菲儿了。难道王爷不想见一见他的遗体吗？这世上有一种奇物叫定颜珠，能保人尸身不腐。如今这颗定颜珠就含在薛妃的口中。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？你怎么会知道薛妃的下落？不和王爷说明原因，王爷心中始终顾虑。罢了罢了，往事我本不想再提，如今王爷想知道，妾身就告诉王爷。薛家庄不仅仅只有薛妃一个小姐，我就是薛妃同父异母的姐妹，但家母是奴婢，身份卑微。我听说薛府着了一把大火，满门丧生，薛妃不知下落。我与薛妃虽是姐妹，但我却不是小姐的命。出生就让大夫人带去了安堂，因机缘巧合学会了一身武艺。当年薛府出事，我也是侥幸逃过了一难，并无意中得知了失火的真相。真相。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难道那不是意外吗？意外？王爷见惯了朝中官场诡谲，竟然也相信这种事情是意外？是莫府的莫夫人，他因妒生恨，派人杀了薛家满门。莫夫人灭了薛家满门，我本没有什么可恨的，可是他连我可怜的母亲都不放过。你说我该不该找莫府寻仇？你说的这些可有证据？即使有证据，我也不想报官纠缠，我要亲手砍了莫府这棵大树。好，
王爷信守诺言，妾身自然也会让王爷如愿。 妾身要动真了。王爷已醒，众位可以进去了。 父，父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您终于醒了，担心死臣妾了。玉儿，又能见到你了。父，您别说话了，只要您醒了就好了。父，既然您的身体已经转好，明月就不再打扰了。妾身带小女青梧回去准备官库招标的事宜了。既然。 柳庄主有事，那我就不挽留了。玉儿，给我送送恩人。是。王爷。我有点累了，让我歇歇。王爷，您就让我留下来照顾您吧。留阿福伺候就行。王爷。孟妃。 福，哦，王爷，我只有四个月的阳寿了。啊，王爷，这明月山庄能在十几年之内成为四大家族之首，除了这柳明月的精明以外，我觉得。 应该还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帮他。柳明月已经跟我说了，他跟雪妃关系特殊，我觉得，说不定他跟碧罗天也有关联。阿福，王爷，彻查。诺。 殿下，多谢柳庄主。柳庄主日后若有用得着本世子的地方，可尽管直言。殿下客气。此事因青梧的舞蹈而起，妾身帮忙医治也是分内之事。如今王爷虽已恢复，但是也不能过多操劳。官库招标还需殿下主持。 妾身虽已参加多次招标，但心中仍是不安。希望日后能和殿下走得亲近一些，这样也能让明月吃一颗定心丸。柳庄主，请放心，官库招标，只要不出什么丑闻，标音比去年稍涨一些，皇上便不会过问。多谢殿下，妾身告辞。告辞。 原来明月山庄的用意是在官库招标上。停车，下去。师父，没用的东西，所有任务全部失败，你还有脸坐在为师的车上？给我下去！ 父王、啊。
您这身体才刚恢复，可别站太久了。嗯，去那坐会儿。这人呐，都是失去了才知道珍惜。得了病，才知道身体的重要。哎，你看我前几天一直瘫在床上，但是我神志却是清醒的。 那种煎熬育儿，你是不能体会的。眼下终于能走了，还是别做了。父王，该做的时候还是要做。来，<笑>好，听你的，坐。要不然，只会得不偿失。嗯，父王这次身体安康，府上的人从未如此高兴过。嗯，父王。 您可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啊！嗯，这说起来，柳明月的确不凡，不仅短时间内让明月山庄崛起，还怀有一身医术。父王，玉儿很好奇，她到底是怎么治好父王的？她和薛妃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你怎么知道她和薛妃有关系的？父王在昏迷之前。 曾和师父提起过，有惊无跳的舞蹈，是当年薛飞跳给父王看的。那么这件事情只有父王和薛飞两个人知道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还有，明月山庄在华灯节跳这支舞，用以显而易见，难道仅仅是为了光顾招标一事？柳明月和薛飞乃是同父异母的姐妹，所以柳明月才会知道那支舞的。她也。 的确是因为观音流通权的事情，故意跳这支舞，想引起我的注意。玉儿还有一件事情不明，父王昏迷，显然是在他们意料之外。那么跳这支舞，其实是想吸引父王过去。他们是拿什么来跟父王谈条件呢？难道他们知道薛飞的下落？玉儿，你。 抽丝剥茧的分析的这么正确，还用父王来回答吗？父王，您当时亲眼看见薛飞在你面前咽气，为什么当年不直接把他尸首带回来呢？不过，金针入穴后，针就会游走在王爷的身体血脉之中，一旦进入到心脏，王爷就活不了了。大概。 能撑3-4个月吧。嗯，退下。玉儿，让父王好好看看。哎，真快呀！ 当年你出生的时候，为父就是一只手托着你，左瞧右瞧的看不够。这一转眼，你就长大成人了。<笑>父王也老了，不过我看着你，总让我想起你那故去的母亲。母妃温润如玉，贤良淑德。玉儿也时常想起的。对了。 明天就是你母亲的忌日了，你祭拜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已准备妥当。好，玉儿，现在王府里面就你和我两个男人，我后面说的话就算是我们两个男人的对话，你可要听好了。虽然现在。 我暂时康复了，但是说不定哪天我又会瘫痪在床。通过得这场大病，我觉得有些话我要快点告诉你，否则我怕来不及了。玉儿，为父和当今皇上虽然同为龙子，但是。 这九龙皇庭上面。
只能有一个人坐那把指点江山的椅子，这金銮殿上也只能有一个人发出杀伐专断的声音。我在殿上就是做个旁观者，可是发出点唏嘘声都不行。下了殿以后，我和那些官员想谈笑怒骂一下，我都要小心谨慎，因为我怕啊，我要防着结党二字。这偌大的京城就像一个四方的牢笼困着为父，这里面的苦只有我知道，所以为父不会再让你负我的后尘。父王放心吧，等这次忙完官库招标，儿臣想云游四海，不必拘泥于京城。我也不希望你成为一个四海云游的闲散王爷。玉儿，我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吗？还有，不弃一定要住在我们府上。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府中？你以后会明白的。好了，你去忙咱们的官库还有你母亲继承的事吧。父王，您到底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告诉我？您是怕我对不弃有顾忌吗？我知道这不是他的错，我心里分得很清楚啊。父王，我一儿，去忙吧，为父有点累，让我歇歇。儿臣告退。消息吗？啊，暂时还没有。这女人确实有手段，竟然牵着我的鼻子走。不过我很快就会夺回主动权的。王爷，事情都跟玉儿说了。我怎么能跟她说这么多呢？现在皇帝对我们父子二人严密监视着，我怕他一时冲动坏了我们的大事。我现在只希望他快点离开京城，封地为王，找到碧罗天的宝藏，招兵买马夺取王位。不过要实现这些都要靠我这条残命来换取喽。哎，阿福知道了。皇上，皇上，柳明月制衡七王爷，以图官银流通权。殿下，殿下，我有件事想求您，在王妃忌日那天，能不能让我回莫府住一日再回来啊？回莫府？我好久没回莫府了，有些想念莫大哥。王爷身体也好些了，你总不希望我在王妃忌日那天在府上乱走吧？那还不如让我回莫府看看莫大哥他们，也省得你看了我心烦。哼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懂事了？行，你去吧。我也不想在我母妃忌日的时候看见你。啊，
啊，对对对，祭拜完了再回来啊！谢谢殿下，谢谢殿下。哎呦，母妃，不计从小沦为乞丐，儿臣不愿他继续受苦，就让他留在府里。 你们把这些都拿到车上去，小心点，这都是要送给莫大哥的礼物。别摔了啊！诺，我现在去西边的牧场看看。阿郎，你负责把京城周边的小牧场情况了解清楚，等我的传书。雨山，你帮我看着他，省得他再出错。舅舅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出问题的。 哎呀，爹，我可是在马背上长大的，这懂马，我是最专业的。哼，你是懂马，你懂得做生意吗？多跟以山学习学习，别一天不知天高地厚。知道了，爹，这不还有云栖在吗？嗯，不会出错的。不会最好，我走了。告辞。别慢走。去。表哥，嗯，你怎么不进去啊？昨日不弃派人回来禀报，说今日会来幕府住一晚。算算时辰，你应该快到了吧？对了，阿郎，啊，你是不是还没有跟不弃道歉啊？云姬，咱们进屋商量一下计划，免得跟乌头苍蝇一样。走走走走。听说不弃在王府过得不错，和世子相处的也挺好。这不像他的秉性啊。 我担心他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了？哎，少爷，您觉得小姐会是个受委屈的人吗？哎，来了，小姐，哎，不用了，大哥，我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，全是你喜欢的。啊，真的吗？嗯。 那我要吃鸡腿，我把全京城的鸡腿都给你买了。不弃快吃。好。嗯。大哥，你知道吗？在王府，一开始我是没吃没喝，后来潘神仙费劲下毒，吃也不敢吃，喝也不敢喝，话都不敢多说一句，憋死我了。不过。 我看你好像是胖了啊！哦，你自己偷偷吃了毒蛇了，对不对？还是大哥了解我。白天有人盯着我，晚上谁还关得住我花不起啊？找点吃的，简单的事。不过你要慢慢吃，这些都是你的，没人跟你抢的。大哥，吃块肉。嗯。 对不起，你这一次去王府，虽然说王爷的病不是你治好的，但你也有功劳啊。王爷还没有正式任你吧，你就还是莫府的二小姐，这份功劳也算是莫府的。嗯，你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？赏赐啊？想想啊，嗯，我偷了大哥几颗橘子，就有十几片金叶子，这么大的功劳，少说也得。 1000两吧。嗯，小财米呀。行吧，我答应你。谁让你是我妹妹呢？哼。大哥，我就是随便报了个数啊。你真答应了？大哥，你对我真好。嗯嗯。公子。嗯。 这是夫人每日叮嘱你要喝的汤，趁热喝。我应该称呼你莫府二小姐。嘿，不弃，你怎么了？
没事，没事。大哥，我又吃撑了，你陪我去院子里走走消消食可好？好吧，我这几天忙光顾招标的事情，也很少走动，走吧。光顾招标在即，不弃你来京城也有小半年了，想到你刚入幕府的样子，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黄毛小丫头，你看现在也有几分小姐的模样了。大哥，你又取笑我。只是这京城虽大，我能去的地方却少，也就困在这莫府和王府里了吧。你若是闷了，可以出去走走的，只要次数不太多，不要玩得太疯，王爷和世子不会过分阻挠你的。希望如此。啊，对了，大哥身边什么时候换了个丫鬟啊？你是说青儿？你忘了大年三十那一晚你从龙台上掉下来，就是青儿接住你的。后来莫府接二连三的出事，我就忘记告诉你了。那这个丫鬟一直在你身边都没离开过吗？嗯，那就奇怪了。怎么了大哥？你还记得我在花灯节那天跟你说过，我怀疑柳青梧就是那个在西州府和天门关刺杀我们的人吗？后来我在七王爷府看见他，他身上的标记和那个杀手的一模一样，他真的就是那个杀手。而这个青儿跟柳青梧长得实在太像了。哼，不弃，我小看你了。你放心吧，我早有防备，只是我把他放在身边是另有所用。哦，大哥心里有数就好。那我去找秀春了，我带了礼物给他呢。去吧。出来吧。哎，表哥。堂堂的飞云堡少堡主，没胆量负荆请罪，却躲在角落里偷听，算什么本事啊？我只是碰巧路过而已。那你那件事情安排的怎么样了？啊，都安排好了。毕竟京城周围的马质量都不如飞云堡，而且卖的贵，能少买一点是一点。不错啊，懂得精打细算了。哎，对了，阿郎，你真的不打算和不弃道歉了吗？谁说不道歉了？我只是没想好法子而已。那你好好想吧，我走了。秀春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王府过得怎么样啊？还行吧。自从你走后，少爷派我一个人守着这个院子，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可憋死我了。一个人呢？嗯，你真可怜。哎，王府是不是很漂亮，很大啊？嗯，大是大，不过，哎，不提也罢。倒是你气色不错啊。快点快点，手脚麻利点，小心点啊，慢一点慢一点。哎，对对对，好好好好好好好。大少爷，这是这花灯好漂亮啊。不行妹妹，这元宵花灯节都过了这么久了，还有人念念不忘啊？是小时候没放过花灯吗？听表哥说你喜欢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，你看喜欢吗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上次是我不懂事，对你太无礼了，表哥已经训过我了。本来想去王府找不弃妹妹道歉的，可是想着王爷身体一直不好，所以我就一直没去。今天表妹正好回来了，所以我特意布置了这些花灯，就是找不弃妹妹道歉的。不用，
你以后都别再来烦我，你就是最好的赔罪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吴七妹妹，你的阿黄真的不是我杀的，请你相信我。看什么看？赶紧把话筒挂上去！来来来，快快快！明天回王府，要经过长安街。长安街人这么多，我应该能顺利逃走，去星云当铺吧。九叔，你一定要保佑我见到竹先生。哇！小姐，小姐，快来看啊！表少爷布置了花灯。你是不是拿了他什么好处啊？这样替他说话。好吧，看来表少爷白费心思了。我还是把门关上吧。可是费了一个下午挂这些灯，不就是吹了一下午的风吗？我的阿黄可是陪我度过无数个寒冷的夜晚呢。小春，把门关了，没什么好看的，风吹进来有点冷了。一个小姑娘坐在水中央，穿着粉红袄，系着绿绸去，模样真漂亮，打一种花，猜中者可以赏新钱一枚。湖里的姑娘可猜得出来？表少爷，是荷花。聪明。圆圆红罐罐扣着圆盖盖，甜甜的蜜水满满成一罐，猜一种果子，猜中者还是可以得新钱一枚。表少爷，是柿子。不错，我们继续下一题，猜中者可以得糖人一对。一个南瓜两头空，肚里开花放光明，有瓜没叶高高挂，照得面前一片红。猜一件事物，不气妹妹要是没睡着的话，也猜一个试试吧。不就是院子里的灯笼吗？不气妹妹真聪明。好，这一对糖人就是不气妹妹的了。天色已经晚了，不气妹妹吃完就早点休息吧。小姐，我替你把糖人取回来吧。给。谢谢表少爷。小姐，表少爷这么殷勤，原来是得罪了小姐，便法子向小姐赔不是呢。居然还是一个小人给另一个小人道歉的样子，
这小贼还算有心。嗯，黄，他已经认错了，而且他说没有杀你的时候样子很坦荡，你应该不是他杀的吧？要不咱们就饶了小贼，过不了多久我就要离开幕府了，多个仇人不如多个朋友嘛，你说对吧？知道我最喜欢的是钱吗？有心思弄这些，还不如直接给我钱呢。有，不信妹妹刚刚猜中的花灯，还有30两的奖金，请不信妹妹笑纳。嗯，好吧，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那看在你曾经救过我一命，还有这30两的份上，我暂时原谅你了。谢谢不弃妹妹。哎，可是你以后不能再对我这么无礼了。好，我累了。小姐，怎么了？哦，上回我买的东西不合心意，我拿回去换一下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殿下吩咐过，小姐不宜抛头露面，还是我帮你去换吧。要是你帮我换的东西又不合我意呢？哎，放心吧，小姐在京城没那么出名，你让马车停远一点，不就没那么显眼了吗？殿下不会发现的。啊，哎，小姐。小姐，哎呀，怎么有人抢我钱呢？哎呀，抢钱呢！情愿此生断了与你的缘，情。